天的妆还不错。这边还有一大袋是我在 Foodpanda 上面 order 的 Panda Mart。 今天晚上要来做一个中国的那种烧烤，就是把全部东西放进 oven 烤了。其实这袋是 Panda Mart 买的蚝油、辣椒、金针菇、 broccoli、 spring onion、 一盒葡萄，也很大颗耶，你们看，马铃薯、大鸡腿，这个 whole leg， 然后是今天会煮的 joint wing 鸡中翅，就拿来烧烤。这边是我刚在 Cura 买的，有这个 red flour， 他们卖的面粉那些都是比较贵的，我这个是选到最便宜的了。今天想来做一个 baking， 不知道要 bake 什么，等下再决定。等下我朋友会来，所以我们一起 bake。 这边有一盒鸡蛋，应该没有破吧，即溶咖啡粉。我想过做那个咖啡面包，猪肉碎，很久没有买猪肉了，因为 Panda Mart 没有卖。然后有这个零零散散的水果，有一颗火龙果、梨，还有一颗 lemon。 买了一个烤酱，蜜味烤酱，李锦记的。然后这个沙白，等一下可以做一个，我想要拿来蒸还是这样。买一盒这个美国的 strawberry， 这个很大颗。Cream cheese, whipping cream, 一颗 yellow onion， 这个是那个花椒，它有分绿色跟红色。我看起来平时是用这个，就辣子鸡会吃到的。我来随便乱腌我的鸡肉，用这个刚刚买的。加这个 roast chicken， 辣椒粉、孜然粉，有一点盐、蚝油，加我的生抽，还是我的灵魂酱汁，蜜味烤酱，蚝油。辣椒粉、孜然粉，加一点盐。咖啡，你在观看我们煮饭吗？听到？下面热锅下油，来做蒸沙白粉丝的酱，蒜蓉，放生抽。蚝油，我的金针菇粉丝，这个蒜，外面放我的，好像很多哎，蹦蹦吃的完美。再下多一点生抽，上锅蒸。最后再来加一点孜然粉、胡椒、辣椒面。由于肚子饿的关系，我们先来吃粉丝。烧烤上桌，哇，好像也是有点干哦。是啥呢？来个菜，
这很烫啊，要放一下。我原来的粉丝很多，结果我们吃完。我第一次喝贡茶，其实还是贡茶吧的塔罗梅，很像小时候喝的那种奶茶，那种粉泡的奶茶。这是我 Zara Sale 新买的裙子，我买 S size 以后还可以穿，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小孕肚。六个月了，我还有几件 Zara 买的，就是 Zara Sale 买的，那我可能明天再试穿给大家看。今天要去那个 Mid Valley 的 Baby Fair， 我刚看小红书他们讲说很多人，所以有点担心，如果要排队进去的话我就可能放弃了。做一个简单的 brunch， 不知道熟了吗？应该熟了吧。那种子那么大颗的。刚去听 Jazz 吗？嗯，他是 Live Band 哈。Jazz 也是 Live Band 啊，中文 Jazz， 可是还是有唱 R&B。是是。现在回家要来吃榴莲，现在已经12:30了，晚上。好多，今天买的是黑金王，还有 D24。香哦，只有这两颗是D24，其他是黑金王。嗯，哼哼，好吃。Miki 你要吃哈 ？Miki 没有吃过榴莲，之前我没有给 Coffee 吃过。Miki 好像没有想要吃，可能他嗅到很臭。Miki 你要吃吗？没。心随境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说服我自己。
搞笑的。我们家终于有微波炉了，来开箱。Good morning, Rudy. Hello, 早安。现在要准备去我的 Pilates。 那今天穿的这个呢，还有下面这个 legging 是我618的时候买的，我觉得很大件耶，这个衣服我忘记是应该是 free size 吧，全部都好像很大件。你看现在就蛮适合的，因为怀孕嘛，肚子比较大。我现在在我的客房的厕所。你看这个裤呢，它是这种孕妇瑜伽裤，就是有分层，上面是弹性很好的。可是我觉得拼接有一点太妈妈了，盖着吧。这边还有几件都是618买的，这个绿色的我觉得蛮好看的，这应该小件一点点吧。然后后面是有做这样子一个薄纱的这个设计，这个是刚刚这件白色的这一件短版上衣。其实里面就是 sport bra 加外面一层这样子的薄纱，这颜色蛮好看，我很喜欢这种大地色系。这个是一个短版的运动上衣，我还蛮喜欢这颜色的。这个唇油是这个 Rare Beauty 的，之前好难买的了，浅浅的这样子。你脚这么踢住，因为挺比较不喜欢抱抱，是吗？Let's go. 早安。我是 one to one 的 class， 所以我不好意思录音，就没有录到我在做 Pilates。我的 sweat white matcha scone 看起来好好吃，可爱哟、哦！我这边啊，比较好。第一次吃不然好不好吃，对吧？我们在 Starling Mall 吃个午餐，来吃这个 JB 人我啦，我很爱的龟雕架。今天来这边是陪他参加 Land Club 的活动，等下我打算去买一点东西。龟雕架，这个是卤豆干、卤鸡蛋、卤猪肉，还有卤鸭。洗好澡，先来护肤。我护肤步骤真的是非常简单，越来越精简了。
刚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 Zara Sale 买的这些裙子，这一件连身裙全部都是连身裙，刚好是 Barbie 的 Hot Pink， 就是一个粉色的裙子，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短，可是还行啦。刚好明天我朋友的生日，主题是黑跟 Pink， 所以我应该穿这一件，它是这样子褶皱这样子的设计。接下来这件的话呢是比较宽松的，就不是贴身的连衣裙，所以我买的是最小号 XS， 一个蓝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一个蓬蓬袖，我觉得很好看耶。接下来最后一件呢是这个比较合身贴身的这个裙，这个是我第二次穿的，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这件呢我是买 M size， 它是针织面料那一种，就很细的，它弹性也是不错，我觉得如果买 S size 也是穿得下，可是 M size 就对现在的我来讲比较舒服吧。这件是比较长的，差不多要到那个 ankle 脚踝的，它这边有做那个褶皱，我觉得对孕妇非常友好。那我今天就打算穿这件出门啦，因为明天去朋友的生日嘛，所以我打算去买一个他的礼物。我还没想要买什么，可是应该都是会买 lipstick。 我说到 lipstick 也是会蛮开心，可是有一个问题是每个人喜欢的色系不一样，我也不确定我买的他会不会喜欢。我在考虑要不要送 jelly cap， 我穿这个。我回到家了，你们看我刚刚，你们也看不到，因为已经包起来了。我最后选了这个 Jelly Cat 的那个兔子 ，The Gardens 他们有帮忙包礼物的服务嘛，我就叫他帮我包了。这是我选的一个小卡，因为我看到它有一只超大只的，然后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其实这个我好喜欢，我应该过后会买一只吧。我之前第一次去店里摸他们的这些玩偶，我觉得好软哦，就真的会很想要。顺便跟大家来聊一聊我的怎么说。怀孕的心路历程也不算了，就这支影片就是我第一次公开我怀孕这件事。我现在是怀孕26周，要7个月了。我一直打算是要去拍美美的那种孕肚照、孕妇照，然后在 Instagram 跟大家公布这样子，可是我一直就还没有去拍。然后我觉得孕妇照好像要肚子大一点才比较好看，还是怎样，就比较明显，所以我决定可能我就先在 YouTube 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那其实我是在情人节，今年的情人节那一天就发现我怀孕这件事情，所以从那时到现在已经5个月了。那之前我还记得有一个网友在我的之前有一个影片下面留言问我，好像是会不会想要孩子还是之类的问题。我的回答那时好像，因为其实真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子的人，我就说我没有一定要，应该是这样子啦，没有一定要，就顺其自然就好。那我的老公是想要孩子的，我们算是去年年尾还是今年年头开始就没有安全措施，其实蛮快的就怀上了。那一开始怀上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蛮惊吓多过开心，可以这样讲吗？因为我们要准备搬家嘛，就是新家要装修。我们本来预计是没有那么快会有孩子的，就可能再多一个几个月还是半年，然后缘分。真的是随缘，缘分来了，刚好我们也是喜欢属兔的宝宝，因为我老公属兔嘛，然后我属猪，如果你们知道的话，生肖里面的三合猪兔羊，所以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我有好几个朋友就跟我同年的都是怀上兔宝宝，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猪跟兔还蛮有缘的。然后我们就有去做那个 NICC 的一个测试这样子，它是 test chromosome 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宝宝是女儿。我一向来都蛮喜欢女儿的，可是我觉得第一胎就都可以，我跟我老公都是想要儿女双全，所以下一胎的话就要希望就一次就可以生到一个儿子，就有儿女双全了。我觉得好像真的怀孕过后荷尔蒙不一样了。我一开始期待我的孩子的到来，其实这几个月还挺累的。我是那种不会孕反很严重的人，从孕早期也没有会吐的那种，就只是胃口不好反胃，孕早期会比较累，然后现在孕中期就还好，只是我的耻骨会痛，就是多数的孕妈妈都是可能孕晚期才会耻骨痛吧。我是好像4个月吧，怀孕4个月就开始会痛，就不是一直都会痛啦，也不是那种
很痛，痛到不能走路，因为有些人是痛到不能走路的，我就还好，可是就会痛。然后这几个月就一直忙着各种 research， 就是做各种功课啦，因为第一胎嘛，就从一开始啦，孕早期开始，可能我自己要吃什么比较好，然后不能吃什么，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现在就是在准备宝宝的东西。那我的月子中心是已经定了，那我暂时也是决定是把这个应该是确定了，就是我会剖腹产。本来的预产期是十月尾这样子，所以如果做剖腹产的话，医生是建议可能十月第二个星期，所以还剩下八九十三个月，好快哦。好啦，关于我怀孕的东西就先这样。我打算等下可能再出门，因为我想要找一双平底鞋，是那种很美的平底鞋，就可能有 bling bling 的还是怎样。怀孕不能穿高跟鞋嘛，我又没有一双很好看的平底鞋，是可能我去什么 dinner 啊，还是比如说明天我朋友的生日会，可以配我美美的裙子的这一种鞋子。好了，先这样，我打算休息一下，就等一下可能晚餐时间出门吧。这是谁的小宝宝呀？咪咪，我每次坐在这边，他就会陪我。他会躺在这里，不然就是在这个我的左脚这边。然后 Coffee 也是，他有时会坐在这个小椅子，你看他很喜欢把那个猫粮叼来这边吃，然后会留几个在这边，或者是他每次会躺在这里。去叫他 ，Kami， 你呢？你陪妈咪耶？哎，这顶帽子挺好看的。一个 set， 这是什么？金哥吧，就一个 burger， 然后这个是一块炸鸡，它是一个 set 来的，然后这边就有 mashed potato。好了，现在这个 website 要看广告了。我很想自己加一个 cheese 的，可是有点难度。组装这个它的猫树，好漂亮的，这个花了不少钱哦。会加油，它这个是用多层板 plywood 做的，所以就比较扎实，应该可以耐一辈子了吧。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把它打开来装好给他们玩，因为现在的家没有这个猫树嘛，然后搬家过后也是可以继续用这个。诶，这样大力会叫到它，会耶，先把进去了。咦，哥皮把进去了，哥皮你喜欢嘿？每天都是这样子舔它的，这边还少了两个配件，上面有一个毛窝，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太空碗，不能叫什么，那个就透明的一个碗，这样子就给它躺在里面。哎呦，那么喜欢爬高高哈。已经蛮靠近 ceiling 了，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嗯 ，Kobe， 喵的，再看这个爸爸当家二，来吃我的宵夜，昨天买的娘惹糕。季节上再控制一下，我
吃，不然来去蒸热一下。来热一热我的燕麦，做我的燕麦拿铁。哇塞，真的是超好喝的。之前我一开始是在 Cura 看到它的包装很吸引我，然后我就买了。那直到回家喝，就真的超好喝。最近在用的是这一套，好像是我的 YouTube 频道刚创立那一年，六七年前吧，我买的一个手动 espresso machine。 我最近突然才想起把它拿出来用，因为我用那个 Mocha Pot 煮的 espresso 好像可能是我不大会用吧，它就没有那种油脂啊泡沫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容易清洗，所以我最近又拿出来用了。拿我热好的燕麦来，就是这样子按的，嘿，可能一只手也可以。现在是下午2点多，快要3点了。我打算来随便做一个午餐，打算先拿一个鸡腿，把它丢去我的蒸锅蒸一蒸。那我现在先去 get ready。我今天想来试戴这个我老公在台湾帮我买的隐形眼镜，美瞳，这是昆凌的品牌。好，今天来戴看这个。Flora， 现在洗个脸，我用的是 Clap 他们家的这个，他们给我的公关品我都会觉得不错，我都会用嘛。它的颜色是这样的，粉粉的，然后旁边一圈是偏灰色吧。给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戴了，这边还没有戴。化妆化了一半，先来吃我的午餐。这一两个星期胃口比较不好，所以就没有吃太多。想说因为等下晚上应该会吃很多，所以就午餐就大概吃点健康的。我有一阵子就胃口非常的好，每2个小时吧就会饿一次。原汁原味，我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今天的妆还不错，蛮喜欢的。来穿上我昨天买的美丽的新鞋，好漂亮，bling bling的。咖啡，我回到家啦。刚刚在朋友的生日会，我完全就忘记要录影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每次如果跟朋友在一起都会忘记录影片。刚本来是想说要录就是他的 deco 给你们看，因为我觉得还蛮漂亮的，他是做 blackpink 的主题，就是黑色跟 pink color 啦。那我现在准备去卸妆，然后洗漱赶紧睡觉了。 Beauty 宝宝，你要睡了吗？那就晚安咯，拜拜。